我们要准备登机哦。那这边的话，请各位旅客先准备好您的登机证。好，先准备。先走。来，登机证先交给我们这边做登机前检查。总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然后是一直可以为各位做服务，也代表我们全组机组人员感谢各位的搭乘。在登机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飞行航程。iRide 在世界上面有30多条的飞行航线，最北在冰岛，最南在澳洲。我们 iRide 888本次的航班将由台湾出发，飞往全世界知名观光景点。来，我们一起向前，谢谢。谢谢您，来，请先放置您的随身物品。哇哦！请来来888飞往世界的乘客，请由A1号门登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请阿中导游为我们做行程的介绍，请各位耐心的等候喽，谢谢。完成史上最梦幻哦，史上必去全球十大旅游清单。各位尊贵的客户，定好条，定好条，咱们准备出发喽！走啦！哇！现在我们准备开始登机。登机后，我们请先将我们的随身物品放置在各位分别了。我们今天的坐落是天王呀，今天找个位置坐。全台湾最厉害的篮球世界。那这条镜是什么？一条我不知道。6岁小朋友穿过的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20几岁。不会用说的。喜欢哪一个？万里长城，对，万里铁塔。你要万里长城是不是？选什么口味？要它海盐牛奶巧克力。好，就这个。